洛白先生，为何你的诗词会出现在宫中各处？你看，我帮你们抓到凶犯如何？杀人凶手的话有几分可信？从今往后，我就跟着你，直到你找到凶手，拿回令牌为止。他冒名顶替进宫，难道就是为了去藏宝阁？给朕一查到底！为何两次杀人事件都要用我的诗作为引子，而且都暗中指向玉贵妃？怕是有人。 刻意而为之吧。娘娘，林墨白的身份已经查出来了。你是最好的替罪羊，就算你没有杀人，一旦落入了他们手里，你也是死路一条。既然咱们已经选择了与月泄楼对阵，就已经日益危险相伴了。我既然敢来，就没想着要活着离开。他死了，我怎么办？ 在这世上，我能找的就只有你了。若你真心与阿郎除，我自然不会为难于你。可是你现在，为了自己的目标害他，情之一字，最是误人。你便是堵上我的嘴，也堵不上自己的心啊。我们。 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吗？